太远了，看不到。那边是不是有个牌牌啊？没有正面看不到。啥牌牌？那边他们在放那个木板。对，因为那样太远了，看不清楚，得看个特写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不辛苦。因为哇、哦，我都好想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后面那些人全部举着手机相机在那里拍。哎，这是玉米、胡萝卜，然后周围有一圈那个西瓜。这是中间是竹笋打底，那一块是啥？那个是什么呀？一块一块的那个。哪里？色的。窝头吗？这啊，窝窝头。对，那个是窝头吧？窝头做的吧？还是什么？我看不清。把绳子给它拴了。苞谷吗？哦，对，玉米、玉米、胡萝卜，然后竹笋。因为我现在手机那个支架是斜着的，还斜着的，所以很陡。如果我放平的话是看不到的。因为我的位置不是 C 位，看到这里还在这里一块一块的摆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对啊，就他手上拿的一块棒棒糖，棒棒糖是什么东西？做的那种果冻形状的那个棒棒糖吧？哦，或者是哈密瓜的。还在布置，感谢花海的关注。这四喜的生日蛋糕，哇，上面有一块西瓜，西瓜上面应该写了字。西瓜，哎呀，那看不到，完全看不到。对，看不到。玉米、胡萝卜，然后窝窝头，上面那个，哎，上面是什么？杨梅还是荔枝啊？上面。上面那些水果，还有那个西瓜盖，应该上面。哇，上面那个西瓜上面应该是写的是四周岁，还给他们留点。对，现在的话，其实现在做的很低调了，因为内场都没有布置，以前的内场都还要布置。哇，奶爸他们回去了，辛苦了，奶爸辛苦了。辛苦了，咱们把镜头对在这里，看他们哪一只先出来。还好，我没有了，哎，那个嘛，人不如熊系列，你也可以啊，你不差这个钱儿。我发这里啊。